大家好，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数显光敏印章机。制作印章所需要的材料有水晶壳、光敏垫、光敏油、硫酸纸及曝光膜。下面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。首先打开卡具，依次放入光敏垫、曝光膜及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好的硫酸纸样稿，正面朝下，对准光敏垫，合上卡具。放入光敏机，打开电源开关。当电压升至380左右的时候，关上电源开关。好，我们关上开关，点击曝光按钮，曝光完成。取出卡具，大家来看一下曝光效果，非常清晰。我们将曝光好的光敏垫放入水晶壳，涂上光敏油，将光敏油涂在有字的地方。待光敏油吸收10到15分钟的时候，擦去多余的光敏油。现在我们先擦去试一下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印章效果。非常清晰，我的操作完成，谢谢大家。